叫足336口价癫价成交，恒隆九仓争做中国魔王。上星期杭州拍卖一幅商业地王，经过疯狂举牌7小时，挨足336口价后，最终恒隆以癫价击退九仓，投得地皮。製造中國魔王的陳啟宗和同樣份身在內地插旗的吳剛正曾經數度交鋒，有傳九倉截過恆隆幾次壺，由恆隆做大包租公的金鐘樂7年前重新招租，又被吳剛正一腳踢走。這對商場冤家今次在杭州再度接戰，向來牙刷的陳啟宗終於一吐烏氣。欲知更多精彩內容，請留意最新一期東周刊。